包送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刘副，好，再见啊，慢走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关门吧，关门。好，好了。哎，好了。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也许他就不回来了。跑了？可能上次是我问的太直接了，打草惊蛇了。这更说明他嫌疑重大，要我说就申请逮捕令，逮他。逮捕令？没有证据，拿什么申请逮捕令？不过我感觉啊，他还会回来的。回来？为什么？你女朋友的？我说麻烦来了吧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也该休息休息了。车归你，赶紧走。啊，卢婷，咱们下车。我们怎么办呀？我送你回家。我家不在这儿。饿了吧？我请你吃饭，去吗？走吧。
能这事儿还真干成了。怎么早没想到？哎呀，这时候了还看这种书，吓唬自己。我说你是不是嫌你自己的胆儿还不够小啊？娇娇，那2000块钱明天一分不能少，你全给我存回去。再有，这事儿不能再干了，太悬了。你越看这个东西，你就越害怕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没让你再干。行了行了，别在那吓唬自己了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坚守自盗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别吓唬自己了，没事儿的。大伙都知道你是个胆小的人，谁也不会想到你身上。那不管他想到想不到，明天反正不能再干了。我马上回去上班，你把2000块钱赶快存回去，好吗？算我求你了，啊？行吗？那需要钱，我想给他一点，你说呢？要给恐怕应该先给邹奶奶和马红建他们吧。哎，我没说不给他们嘛，我是说先借给戴维一点。我觉得不是很合适，我不是不想帮他，但是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他是我弟弟，我知道，我不管谁管。我知道，我明白这个道理。他要多少啊？借了人家50多万，你说给多少吧？你说。10万？开玩笑。陈一平在这一天什么也没写出来，魔笛开始失去了他的力量。大祭司萨拉斯特罗永弹调，在这神圣的殿堂里，好像预示着光明力量的不可战胜。夜女王和摩尔人的离去，让他从此陷入孤独的境地，那是将伴随他终生的孤独和恐惧。所以从这一天开始，他便什么也不再写了。好，胡大夫，你先说一下这个病人的 CT 片的情况。这个病呢，从 CT 片子看呢，是大面积的脑挫裂伤，目前呢血肿基本吸收，患者目前的生命体征是正常的，但是呢神志恢复还没有恢复过来。王大夫，我找他有点事儿。王大夫正在为蔡元贤会诊啊。可是我有急事儿，一分钟，好吧？你等一下。谢谢。王大夫，蔡元贤的家属找你有点急事。陈先生，哎，不打扰王大夫。陈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这个是老蔡的医疗费。啊。哎，怎么是程小丹？啊，是，啊，这是我女儿的名字，但是，是给老蔡用。是女儿的名字是吧？对对对。那你看上面取多少钱合适啊？都取了。全都取？对，20万。好好好，这下够英特利比特这个一个月的药费了已经啊。哎呀，老蔡有你这么个同事啊，真是好福气啊。哎，应该的。那这样，我不好收这个存折，你呢到一楼那个住院部去入账，麻烦你去一趟。好，挺麻烦。哎呀，真想交你这么个朋友啊。
有机会了。哎，再见。哎，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我还开会呢。再见，再见。今天恐怕不行，我们也有规定，一次性取款超过50,000元要提前3天预约。能不能帮帮忙啊？我们家里急等着要用啊。我跟主任商量一下，你等等。喂，您好，齐州商业银行，您找哪位？我找陈一平。哦，您稍等。陈老师，电话。谢谢。喂，我是陈一平，您哪位？陈先生，是王大夫吗？对，是我。我刚才派人去取钱了。你那个存折上面的钱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数字吗？那不可能啊！有多少？现在上面说是只有10块钱了。10块不可能，我那里有点。陈先生，现在这种药呢是一种稀有的进口药。如果2天之内你如果再不把钱送过来的话，那么这个机会我们只能让给别的病人了。这样，我马上过去，好吧？好吧。哎，好，一会儿见。哎。打开看看吧。什么啊这是？哟，
这里边也是啊。这，哎呦，这位，我们一家三口人的性命可都在这儿了。这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包括爸妈，知道吗？姐，我又不是傻瓜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个，这钱拿来，我都没跟你姐夫说，你姐夫要知道了，非气死不可。哎呦，他还真干了啊！我真没想到，我这姐夫还真有这么大的胆子。还是我跟你念念吧，你看着费事儿。听着，姓名郭立军，男，齐州市马口镇小兴村五组村民，流窜盗窃惯犯。1987年因盗窃罪被武汉市公安局处以1年劳动教养。1989年11月。因入室盗窃被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1994年流窜到新疆。政府，
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是有罪，希望政府一定得重新处理，一定得重新处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站起来说话。站起来。大威，干嘛呢？我还一人在屋呢。哎，跟你说，哥们这次是发财了。刚才是你姐吧？钱哪来的？甭管哪儿来的吧。哎，告诉你，知道多少？那么一堆呢。来，去看看。你是不是想用这些钱来还你欠的账吧？那账还不还，我觉得也无所谓了。我不还他们，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哎，你缺不缺钱啊？要不然给屋里添几样东西。哎，反正那钱就是咱俩的，什么时候要你说话啊？大威，原来你不是这样的。欠债还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。我不想看到你被人追着满街跑，而且我希望这些钱是干净的。再见。你在这儿？我折子上的20万块钱呢？一平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家说吧。就在这儿说。我那钱呢？这说话不方便啊，没什么不方便，钱呢？戴威，他真的急着要用钱，我把钱取出来了，给他了。一平，你别生气，我那个本来，哎，一平，别生气。一平，一平，どうかな。うん、できれば一緒に日本へ戻、うん、あら、大さん、あ、大さん来てるよ。じゃあね、後で、うん、あら、大さん、うん、どうぞ入ってください、はい、うん、花ちゃん、お茶を。あ、不用了。あ、大先生、情况如何？请您点一下，这是20万人民币。啊，果然，戴先生言而有信。嗯，其实啊，大天先生很欣赏你的才干，他希望能够跟你继续合作。让我告诉你，
能够跟我一起回日本吗？啊，不用了，请您转告大田先生，日本那个地方嘛，我是不想再回去了。为什么？どうして？害怕吗？我觉得我想要的东西不在那里。在哪里？在这里，齐州。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，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。但是你欠大田先生合人民币30万元，如何交代呢？麻烦您回去替我转告大田先生，那30万一个月之内我一定会还给他。不过老太太啊，下次就不必劳您亲自的打架了啊，搞得这么大的阵势，毕竟嘛，这里是中国。お前何言ってるの？何言ってるの？借金だらけなのに何を威張ってるの？借金は返すべきでしょ？小田さんに何を言ったらいいの？不好意思，老太太，我回来的时间太久了，您讲的日语我听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抱歉，再见了。バカ野郎お前、借金はどうするの？借金。お前止まれ。鹏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能不能带我一起走呢？夏雅，你看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你要是跟着我，那只有吃苦的份儿了。怎么会呢？我们现在起码有200万呢，就是什么也不干也能过好多年呢。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这些钱要说多呢，多的可以买房子，你要说的少呢，少的仅仅只够买一副棺材的。我不信，我就想跟着你嘛。班长，你找我呀？刚才怎么不接电话？啊，我这有点事儿。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，我这个啊，我刚从那个刘占勇那儿回来。我问你个事儿，咱们这拆迁款有没有这个应付的？只付了一半。只付一半？没有这个事儿，要么就全付，要么就不付。那是怎么市一百这个应付款137万，咱们只付了35万？只付35万？肯定没有这个事儿。没这事儿是吧？哎，这样，你晚上到那个茶馆啊，咱们见面再说。你要走吗？哎，小雅，把上次我给你的那几个存折拿出来，马上就去取钱啊！记住了，能取多少就取多少，好吗？你不是说那是留给辞了职以后用的吗？哎，别的你就什么都别说了，好不好？你就听我的话，马上取出来，好吗？
有结果了。这上面的签名好像是一个叫庞中华的人写的，肯定没错吧？没错。应该征求你的意见。不过，戴维那儿真的急等着钱用，要不然会出事儿的。再说了，人戴维也说了，这个钱他肯定会还的，好吗？别生气了啊！哎，这样吧，待会儿咱们出来吃吧，正好我也约了一个朋友，好吗？听见没有啊？刘凯，你加入谢队和卢婷一组，扩大对目击证人的排查范围。张卫健成功，从今天开始24小时轮番监视彭中华的行动，千万不能再让他从我们眼皮底下溜掉了啊。我从明天起协同市总行的稽核人员全面调查彭中华一手经办的账目，一旦掌握充足的证据，马上对他实施逮捕。大家明白了吗？嗯，我还是监视彭中华吧，寻找目击证人有谢队和卢婷就够了。前两天我们该问都问了，我估计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线索来了。我跟陈工他们去。这命令哪那么多废话，服从啊。姐夫来了，戴维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啊，说你姐夫为你容易吗？坐这儿，来。一平，戴维他也知道错了，他今天请你来呢，就是想亲自的谢谢你。不是你这云山雾罩的说了一大堆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不是我说了这老半天，你还是不明白。我知道什么呀？我知道。啊？好，那我就给你提个醒。有一笔35万。什么35万？
我说老彭啊，你真就以为我一点不了解你是吧？啊？看来你真是到了狗急跳墙的时候了。不，谁狗急跳墙啊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？不是你自己私自挪走了35万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吧？啊，我明白了。你是说，有人从我们的账户上挪走了35万，你怀疑是我挪走的，是吗？你看，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是我们那个账户呢？这不是你是谁呀、啊？别人谁做得了呢？要照你这么说呀，我还怀疑是你做的呢。走吧，嗯。神枪手，还打吗？不打了，今天没情绪。这20万，真是救了我的命了。就是。我谢谢你了。你看，原先我小不懂事儿，有什么做的到与不到的。你别往心里去啊！我现在，你知道我手头紧，太贵的东西我也买不起。我知道你好下个围棋，我托朋友从云南给你带了一副围棋来。哎，姐夫，你看看，喜欢不喜欢啊？那我替你姐夫收下了啊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这种事儿只能发生一次，以后啊，你要再有这种事儿。别怪我和你姐夫不管，到时候说我们六亲不认。哎，好。喝点茶，姐夫啊。坐这边说话。看来，那真就不是你做的吧？我已经发誓了，要是我动的。我出门就撞死，这行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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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彭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也可以发誓，不是我。
什么话？说吧。说实在的，姐夫，你真是个好人，你太老实了。哎，你仔细想想啊，就你挪出那20万，在人家眼里算个屁呀，啊？你看看现在那些啊，有那贪官，怎么黑啊？上千万、上亿的黑，你这20万算个什么？这要搁我告诉你，200万我都敢拿。当然了，拿不拿是一回事儿，你敢不敢拿是另外一回事儿。哎，戴维，你别在这得寸进尺啊！打算把我们全家人都害死是不是？说这点钱，你姐夫都快疯了还。别急，姐，你仔细想想啊，你挪的那钱是什么钱？是别人挪出来的黑钱。如果在这个时候咱们跟着挪的话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啊，出了事儿他们顶着，账记在他们身上，甭说20万，你就是2000万跟咱也没关系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非得这么做，我只是说就这个意思。而且有一点，如果真要拿，还就得赶在公安把他们揪出来之前下手，否则的话你就想挪你都没机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说是不是，姐啊？别说，戴维有些话说的挺对的。咱们怎么没想到？谁让他们贪污那么多钱？谁让他们害死谢飞？哼，我看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。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姐夫，来，姐夫，喝杯茶。我跟你们说啊，你们俩人在这个小地方啊生活惯了，你们不知道这个钱的重要。我在外边待过，我清楚。姐，你说啊，你这些年你生活的苦不苦啊？还有你姐夫，你说你活得累不累啊？你啊，每天正点的上下班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工资？你觉得你们这样有意思吗？这样生活是你们可以说苦一点累一点你们都将就了，可你们替孩子想过没有？多少年之后你们俩一蹬腿走了，你们能给佑佑留下个屁呀？佑佑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动过大手术，你说他将来要是真没有本事，他这后半生怎么过？你们替他想过没有啊？算了，该说的呢我也都说了，你们俩自己合计合计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姐夫，走了啊。哦，姐，那账还没付呢。不是，那能是谁呢？除了你和我知道我们的账号和权限密码，他不应该再有别的人知道啊。看来在咱们行里还另有其人呢。